吃中饭了？嗯呐。今天吃什么菜？今天火锅算的。清淡火锅。清淡火锅。啊，没辣椒。不得。没辣子，你用酒。用起辣子啊？搞辣子杯子了吗？这个这个辣子杯有辣子。那把这倒上前头。你上次做那个油辣椒就非常好吃。放这个的。嗯，还有那个芝麻。嗯。芝麻你炒过没有？炒过了，我炒蛮久，那芝麻要慢慢的炒。可以啦。嗯。哇，好香啊。好的呀，爱吃的，爱吃都有嘛。黑的呀，营养好的呀，好。嗯。